透过画面来看到加萨南部拉法市毁坏的清真寺旁广场上呢，有大批的穆斯林虔诚排成好几排就地跪拜祈祷，而在南部乡村地带的马瓦西流离失所民众只能在帐篷前的空地上进行祈祷，虽然环境简陋，但是内心一样戒慎虔诚。更多新闻我们先休息三分钟，稍后回到新闻现场。